不是老林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逃？你如果在这不开心，你就跟我说。有我在，他不会不让你走的。我什么我？你根本就不是这块料，你就老老实实的，开开心心跟我做一个吃货挺好的。走吧。你才不是这块料呢。哎，老林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去那儿打不出江先生的五指山。 好，你个江金帆，你居然骗我！他骗你什么了？他骗我说你不见了。害得我在整个上海找了你半天。你们可以继续聊，干脆坐到沙发上，浪费的时间还不够啊。我现在去换衣服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不是老林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逃呀？你如果在这不开心，你就跟我说。有我在，他不会不让你走的。 什么我？你根本就不是这块料，你就老老实实的，开开心心跟我做一个吃货挺好的。走吧。你才不是这块料呢！哎，小面包，妮娜姐，这是江先生让我为你准备的。 江千帆本人叫你准备的吗？当然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吗？那不就需要了？好，那你快吃吧。嗯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找你啊？是不是有问题要问我？你到底要怎么惩罚我？你一直不说，我就老感觉有个靴子没掉下来，我心里难受的慌。我本来都不想扔靴子了，但难得看到你那么诚恳。走了。